等等，你好，比昂娜。啊，我是影视圈杂志社的编辑 hottie， 这是我的名片。啊，哎，之前我和您联系过的，你还记得吗？哎，是这样，我们不知道齐思明之后的档期是不是有安排，嗯，想为他做一次专访，我们主编非常重视的。你好，我是影视圈杂志的林璇。我们什么时候开始采访啊？现在啊。现在？嗯。现在怎么采访啊？答应我再说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看来我今天还是沾了你这个大明星的光啊。嗯。走，我带你去吃好吃的。要去哪里呀、啊？带你去坐我的南瓜马车。这次 hottie 的纸片情人齐思明销量很高，值得嘉奖。以后啊，上海的这条线都交给 hottie 啊。晚上11点，你公司楼下见。
这边啊。你看呀。应该这样。你说你们都在干什么啊？我养你们回来吃干饭的吧？这么大的新闻都没报道。周末齐思明和爱奇会有个新产品代言发布会，林轩，你去。主编，我怎么？你有问题啊？没，没有。把你写成一首诗，放在最初的位置。今天带你去个有意思的地方，晚上11点去你家接你。这个是公司的宣传方式，真的对不起。我不用跟我说对不起，这不重要。以前我常和老爸来这里散步，他的梦想是组个剧团演他写的故事。思明，说实话，我还是觉得很不真实。这样还不真实吗？我害怕这一切都来得太快了，我害怕有一天当我醒过来，一切会是一场梦。没错，我不能给你安全感，因为我是一个连自己的主都不能做的人。或许从一开始我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你还是不相信我？你背负着合约，你的身后有一大帮子人等着你养。思明，你又有多少自由？我能相信你？你相信你自己吗？林璇，每个人都有自己要的生活，我也一样。所有的光环和成功，如果我已经是一具行尸走肉了，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相信我，林璇。各位媒体朋友，大家久等了，思明马上就到。总算来了啊！过来了，都等了那么久了。请问这部新戏和英国俊导演的合作怎么样呢？这次和英导的合作很愉快，希望有下次合作。传言中你和爱奇从第一部戏相恋至今，这是真的吗？关于这方面的问题，其他人还有想问的吗？你们在一起多久了？爱奇已经默认了。你们在一起了对吗？是啊，邓丽不在家。那你们在一起了吗？那边那位记者朋友，你有问题想问吗？这位记者朋友，你有问题要问吗？那我问你好了。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？从此以后
全世界都知道的女朋友，可能会被人跟踪，会被人把过去的事情都挖出来，会有人骂你，编造你，甚至不给你自由。我们会被分手，被小三，被注视，被结婚。你愿意吗？你的手怎么了？沾了墨水，刚好想包起来能骗请假，没成功。